庞迪生，广东中山人，1917年出生于黑龙江。年轻嘅时候，曾经喺沪江大学同埋上海美术专科学院读书。1937年，因为日军轰炸上海，佢被迫辍学，南下广州。第二年流落香港。相传庞迪生未成名嗰阵，50蚊写一个剧本都冇人要。有才华的迟早都会被人赏识。今时今日，我们普罗大众熟悉的对于粤剧的印象和记忆，绝大部分都是出自庞迪生的手笔。他编写的经典剧目历久不衰，家传户晓，超越了年月，成为广东文化的独特遗产。